救中国，唯有立行二字。立行者，切实而勇猛之实情。革命的路是由一块块血肉拼铸而成的，万千同仁牺牲生命，则理想之国近在咫尺。罪恶的枪声响了，烈士们就这样一直站着。 站成了绿树，站成了鲜花。人们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可他们的故事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